告诉你们个秘密，晚上千万不要在学校逗留。电梯限乘6人，您已超载1人。1、2、3、4、5，加上我一共6个人，其他5个人里面既没有大胖子，也没有孕妇，那多出来的一个人是。真倒霉，害得我爬楼梯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小哥哥，我好惨呀！你惨不惨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。你不要过来！期末考试又没及格。这画像白天看着没什么，晚上也太吓人了吧！校长的画像啥时候也挂在这儿了？大晚上不回家跑到电脑室干嘛？原来不是画像，是窗户呀。我这不是手抄报没做完来赶作业吗？嗨，你傻呀，直接用手机不就完了。哦，校长妙啊。